音符偶像全国英语歌唱比赛在经历了五个月之久的漫长赛程以后，终于迎来全国巅峰决赛。自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四个赛区脱颖而出的十位音符偶像歌手汇聚上海，展开了一场激烈厮杀，以赢取最终的桂冠。本次音符偶像全国英语演唱比赛覆盖音符全国所有的培训中心，吸引了近300名音符学员的积极参与。最终来自上海、北京、广州三个赛区的前三名以及深圳赛区第一名赢得了参加全国总决赛的机会。音符的主要使命是帮助中国学生学习英语，同时帮他们建立自信心，去自如地运用英文。通过这样的比赛，学员英文口语水平明显的飞速提高，这使音符的工作人员感到非常欣慰。